杂志一直很关注你，请问袁先生，你便于为杂交区的职父，有人称你是上帝式的人物，伟大的科学家。上帝，伟大，我可不是上帝，伟大。哎，我这根尾巴似的，不过尾巴大有好处，重，所以不容易翘尾巴。精彩。有人说您对杂交学道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对此您有什么感想？这是中国的荣耀，是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你很热爱你的祖国，你呢？如果没有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我的梦想就不会实现了。据我所知，您的杂交学道研究非常坎坷，异常艰辛。挫折和失败一直伴我走过这段路。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是一个可以把生命当歌唱的人。你看，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只要有阳光，就会有生命的交响曲。崔主任，有事吗？先下来，下来。哦，来了。哎，到了地里面，搭到架子上以后，没刷的地方赶紧补刷，听见没有？哎，袁老师啊，你把床单和被单都拿来当了遮光布，晚上就该光明续睡啊。这你就不懂了，盖着光明续睡觉，能做美梦。崔主任，你没发烧吧？啊，我很正常啊。学校正组织批判资产阶级生物遗传学的反动理论。哦，你却晚上躲在小树林里拉梦幻曲，现在公然抹黑，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我这是为你好才给你提个醒儿。那您说我该怎么办？跟你也讲不清楚，走吧。县委程书记在校长办公室等你。全国各地都在搞大跃进，千斤片万斤亩，我们作为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基地，当然不能落后，要做出成绩来，为我们黔阳地区争光。你们看看啊，绥平县卫星农业社传出捷报，小麦单产2105斤，还有星光农业社又放出一颗小卫星，水稻单产4353斤。太好了，从我所学的专业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如果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改良，我完全有可能使单位产量有更大的突破。袁隆平啊，你既然能够培育出优质的西红柿、马铃薯和西南瓜啊，我听说你最近又在搞什么月光花红薯，那现在能不能搞出高产的水稻呢？程书记，袁隆平搞的是无性嫁接，
水稻跟他们是两码事，困难会更大一些。不都是粮食吗？啊，我看我们思想不能够太保守，这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科学依据，不讲科学，什么都是天方夜谭。你不是一直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吗？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你是学植物遗传工程学的，有那么好的学术功底，又碰上了大跃进时代，不正好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吗？你说的没错，我当然想好好干，可是我不能昧着良心干。那你也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你还是要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崔主任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崔主任，哼，你今天这个说客任务完成的不错呀。龙平，你我都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难道你就不能想想我们的前途吗？袁隆平这个人很有个性啊。岂止是个性啊，还有点反动。哦，怎么说呀？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肿，密保管工，他在后边加了个食字，还狡辩说不务农时。典型的知识分子啊。小崔啊，我看这个人很实在，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啊啊，知道了。我们根据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进行了一些无性杂交的实验，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可是结果呢？给人家包办婚姻，人家不乐意了。可怎么办呢？有一个人，苏格拉底。我之所以推崇苏格拉底，是因为他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学习思索。那同学们，咱们现在思索一下，什么样的无性杂种不能传宗接代？季冬亭，这个马和毛驴交配啊，可以生出骡子，但是这个骡子呢，却不可以繁殖后代。好，通俗易懂，回答正确。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他提出了遗传单位因子的新概念，他阐明了在生物遗传学的分离和自由组合的定律，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性杂交的捆绑夫妻当然比不上自由恋爱的美好夫妻。关校长，太不像话了，你们说说看，袁老师他怎么能够这样呢？他在教室里公开批评米丘林和李森科的理论，像什么孟德尔的遗传基因，教室里现在已经都乱了套了呀。你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呀。这个袁隆平啊，真是糊涂。不行，我不能看着他越走越远。袁老师啊，来了，你见到袁隆平了吗？他呀，可能在沅江里游泳吧。那我去叫他。哎，你们甭管了，还是我亲自去会会他吧。来呀，袁隆平！哎，哎呦呦呦！快！你这么好的功夫，怎么没进国家队？哎，因为我的梦想，绿色梦想。绿色梦想？嗯。哎，说来听听。我小时候啊，喜欢大自然啊，植物啊，泥土啊，反正花花草草的什么都喜欢，所以高中一毕业呢，就报考农学院。哦，你是少年励志。励什么志啊？上大二的时候，我还差点跳了龙门。哦，那时候啊，正好赶上抗美援朝，热血沸腾啊，所以报考了空军。
经过36项考核，我通过了。哦，原来我们还是战友呢。应该是战友，可惜啊，擦肩而过。新中国经济建设需要人才，上级领导只能忍痛割爱，我呢就又回了农学院。哎呀，国家的决定真是太对了。大家仔细看一看，只有这深翻土地，水稻的根系啊才能扎得更深，只有下足积肥，勤施追肥，才能结出这又密又多的稻谷来。好，刘老师对八字宪法学得深，理解得也透。事实证明，只要有这八字宪法，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一颗一颗从地里边拔出来，运过来，再一颗一颗的栽进去，挺累的吧，刘老师？你是想跟我过不去啊？我跟你过不过得去无所谓，刘老师，你跟你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吗？你就这么为人师表啊？袁老师，你说的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出来，以你的所学完善论证我的成果，好吗？你不配。他们都干什么去了？他们都去听刘老师的课去了。袁老师，我们想去听刘老师的万金母经验介绍。好啊，去听听也好。你们也该学习如何识别真理。去吧。姐，你怎么不去？我去了就没人听老师上课了。现在开始上课。同学们，有句农家谚语说得好啊，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深翻土地后要下足积肥，勤施追肥。所以说呀，我的经验就是高密度种植，只要管理到家，精工细作，种植密度越大越高产，让鸡蛋找不到落地的缝，让胖娃娃躺在上面做美梦。如果说上苍赐予人类生命，那么水稻便是大自然赐福于人类的杰作。什么是杰作？同学们，我这5.6分田里能够打出6132斤稻谷来，这就是杰作。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个是人类的生存法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就是法则。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革命法则。
了多少粒？真是个好妈妈呀！230粒，230粒，好啊，好，做个记号。哎，严老师，用这个。我听说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高产稻，确有此事。一个稻穗接了230粒，如果株株都是这样的话，亩产超千斤是没有问题的。好，太好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数字。哼，什么万斤亩，都是扯淡。关小张，你们一定要支持袁隆平搞下去，把这块硬骨头给我啃下来。大哥子，我来看你来了，你好不好啊？嗯，这两天心情怎么样？你可要给我好好长啊。嗯，目前全国性的饥荒正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学家里已经断粮，学校决定从明天起放假。同学们回到家里，要赶快和父老乡亲一道，投入到这场抗击饥饿的战斗中去。全体老师也要分批深入到农村去，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抵抗这场饥饿。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先回去吧，过几天回去看你，啊，慢慢小心。欢迎，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哎，你怎么来了？我过来看看你。走吧。最近你可瘦多了。还好。拿着，我担心你吃不饱。哎，这不行不行，你也不够吃。没事儿，我饭量小，吃不完的。谢谢你。来，喝点水。你怎么还是吃薄棉胎呀？嗯，本来我想让米丘里、吕森科赔我一套新的，可他们俩舍不得。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这苦中作乐呀，也是一种境界呀。我可没这份境界，隆平，如果你听我的，早搞出万金亩。全国也就不会出现大饥荒了。什么逻辑啊？大饥荒是怎么造成的？你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盲目、冒进、造假，以科学的名义浩大喜功，再加上自然灾害，你就不怕别人听见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怕别人听见。龙平，我是真的担心你。我不用你担心，我也不会连累谁。我。袁老师，您来了啊！我刚才去了大哥家，所以晚了点。哦，这谁呀？哦，这是我妹妹小凤。小凤，快叫老师。老师好。哎，小凤几岁了？11岁。哦，老师，咱们走吧。行。哎，袁老师，我跟我爸经常在家里谈起您。我爸一直希望……哎，孩子怎么了？小凤，你怎么了？哥，我走不动了。我知道了，他是饿的。快来，拿着，来，拿着。
怎么不吃啊？吃光了就没有了，我要等到肚子饿得扁扁的时候再吃。袁老师啊，我们山里头没什么好东西，对不住您了。哎，您可别这么说。哎，你说你们当农民的，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八瓣汗浇不出一粒谷来。说实话，是我这个搞农业的，对不住你们。哎，袁老师啊，这个事儿跟您沾不上边，是天灾，老天哪，不长眼。哦，你还不知道吧？嗯，村里呀，很多人连这个都吃不上，吃观音土，活不出时来，硬生生的憋死了。爹，咱们吃饭吧。好，来吃饭，吃老师。来，小凤，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要爬高啊？啊，小凤，爹，我想把掉在梁上的糖果拿给老师吃。小凤，不是爹不给老师吃，那是明年的种子啊，我们全家明年就居然靠他了。那袋种子是我爹翻了几座山从八门湖换来的。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换种子呢？那袋种子好，能多出粮食，粮快不行的时候，爹咬牙抓了一把种子，要给娘做一碗粥喝。可我娘死死地抱住那袋种子，就是不松手。她说：“这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吃不得。”直到咽气，她都没有把手松开。贯彻八字宪法，平整实验田，不能是吧？哎，这可是你说的实字，今儿我可没说。思想觉悟提高了，有进步啊，挺好。我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怎么了？我碰见温馨了，他让你把他忘了。不会吧？真的，他就要结婚了。
龙平，你还是把我忘了吧。祝你幸福。谢谢大家。龙二三三班毕业晚宴现在开始，首先有请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讲几句话。好，坐坐坐，咱们坐下说。哎呀，说什么呢？你们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说心里话，我舍不得大家。你们都是学农业的，在这个饥饿的年代毕业，我想你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粮食和人类的关系。大地是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她。种子是生命，我们要呵护它。这是一个信念，我希望这个信念能够在你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生根发芽。现在我们开始用餐。来，老板呢？哎，同学们，我们跳支舞吧。姐，怎么不和大伙儿一块跳舞去？心里不好受，我怕我会哭。是，都要分别了，肯定是心里不舒服。行了，别想那么多了，跟大伙儿玩会儿，心里就好受多了。啊，袁老师，这个送给你，留着做个纪念吧。哦，这，哎。希望他能让你天天想起我。
It's beautiful. 袁先生，您发现的那只高涨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的扎脚隧道高涨梦就从这里开始。那是生命对生命的梦想。嗯，是人类生命对植物生命的探索和渴望。饥饿和天灾是人类的公敌，但也是无法规避的结束。可以抗争。我在祖国那次灾难以后，饥饿让我明白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更加坚定了我要搞出高产杂交水稻的信念。大饥荒虽然过去了，但是粮食依然是紧张的。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同志们。农校是我们黔阳地区科技的排头兵，能否种出高产的粮食，安江农校将起很大的作用。感谢领导对我们农校的重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研究出高产稻来。好啊，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强调一下，啊，浮夸、弄虚作假那一套，不能搞，也搞不得。哎，袁隆平怎么没来啊？他去年发现的那株高产稻，现在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哦，具体一点。啊，是这样的，禾苗抽穗后，高头高矮带参差不齐，没有一株赶得上他们的上一代。这就奇怪了啊，父亲健康，这后代怎么会这样呢？既然没有复制成功，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懂科学，但是我知道这和打仗一样，谁能保证每一仗都能打赢了？杂种。马队呢？哎，程书记，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天然的高产稻，实际上呢，他们是天然的杂交稻，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是这样啊？对。哎，你的这个发现对未来的研究有意义吗？当然了，意义重大。啊，好！哎，董杰啊，哎，关校长，你们什么时候打比赛啊？下周二来给我们加油。好，你们抓紧练吧。嗯。哎，关校长。啊。别忘了叫上。关校长，再见。好，再见。哎，把球给我。嗯。嗯，饭还没吃呢。嗯，哟，您来了啊？哟，这点了，哎，忘了。校里研究了，嗯，要给你增派两名助手，人选嘛，你自己考虑。嗯，这个还好了，那可是雪中送炭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人管管你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咱们这捕鱼系，哪有功夫想这事儿啊？哎呀，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嗯，这人呐，跟稻子一样，嗯，不结婚不行，这不育呀，更不行。你说，咱就是一个学农业的教书匠，谁看得上我呀？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嗯，董杰，啊，他回校打比赛来了。我早就看出来了，那姑娘对你有意思。犯什么傻呀？他现在就在球场上练球呢。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快去呀！啊！董姐，董姐，你能嫁给我吗？啊？偷偷的想过这事儿，偷偷的啊，后来也没敢往深了想。为什么呢？其一，董杰是我的学生；其二，他年轻单纯，我怕伤害他。后来我们一起发现了那颗天然杂交稻，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个我一直留着，这是我们梦想的开始，也是我们俩感情的见证。我觉得现在可以还给你了。我说过，这个盖着光棉絮睡觉能做美梦，现在呢，美梦成真。严老师，哎，你们俩今天的水稻品种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呀！啊，怎么还能叫老师呢？一定要改口的，是不是啊？啊，我们才应该叫老师，对你不能够叫了。龙平，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唯一。我原来以为，在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只有土地。禾苗和种子，可我没想到他对我的爱是那么坦诚，不掺任何杂质。像他这种人尤其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今天我终于给他了。哎哎哎，我们以茶代酒，为他们这份特殊的爱情啊，干杯。好，来干。董姐，这给你拿着。这表你买的？嘿，就我那点死工资，一大半还用在科研上。这是我爸买的，
老两口身体不好，不能来参加咱们的婚礼，特意买这块表送给你。爸妈真好，以后咱把他们接过来，别尽孝心。还有那么一天的。袁隆平，是是是，袁书记，看你们来了！哎呀，哎呀，洪书记来了！你个袁隆平啊！啊，哎呀，你看看你们几个，晒得像非洲人似的啊！也不会关心自己。程书记，不是我们不关心自己，是这稻穗它不讲理。这抽穗扬花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日照底下，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哦，哎，你们在找什么呢？董杰，程书记来看咱们来了。书记好。小董啊。你好，他在找雄性不育猪。不育，哎，又是件难记的专业名词儿。我这个人啊，这个脑子就缺这根筋呐。程书记，我知道你有哪根筋。哦，说来听听。程书记啊，就希望咱们这稻穗跟个胖妈妈似的，撒开手脚，多产多生。袁隆平啊，袁隆平。只有你了解我的心思啊。这顶帽子归你了。哎，程书记这顶乌纱帽可够沉的呀。啊，沉点好啊，啊，不然你啊会轻飘飘。袁隆平这股劲儿我喜欢。陈书记这么器重他，不会是要把他调走吧？你想偏了。他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我的意思是要重视他。关校长啊，我这个县委书记可以换，哎，你也可以换啊，袁隆平不能换。对，他的精神和知识是你我所没有的。隆平，哎，这个花线有些不一样，你过来看看。好。退化的雄性，花要不开裂，花粉也摇不散。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半育型雄性不育株。在哪儿呢？下面一个，下面，这儿这儿。袁隆平。哎哎，您那儿，对对对，伸直伸直了，伸直了。哎，胖老师，过来。写意，非常的写意，偶像大师的作品啊！你说什么？嗯，非准，没说什么。我可都听见了，林大可，你公然和无产阶级唱反调，崇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崔主任，我们家祖宗三代可都是农民啊！是是是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农民心眼实，谁一心想让他多种粮食、多产粮食，我就崇拜谁。哼，大家看看。这就是典型的白砖道路，整天跟着袁隆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摆弄着坛坛罐罐，什么杂交啊、不育系啊，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砸烂它。隆平，隆平，护卫兵往咱家去了，可能需要砸盆。什么？
老师，我们赶在他们前面，搬走了三盆不育株，就藏在苹果园的臭水沟里面，那地方很安全。真的。杨冬兵，你给我站定！我来告诉你，明天我们红色兵团造反司令部要对你进行批判，跟我走。批判好，打倒袁隆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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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各位小家，那个明天批斗我，那我明天去行吧？今天呀，正好是我儿子五一满月的日子。不行，我看行。袁隆平，工作组的王组长叫你现在过去一下。走吧。嘿，刘老师，哎，袁老师，哎，刘老师，拿着来。崔主任，哎，袁老师他今天是怎么了？不是明天要批判他吗？上面发话了，不批了。不批了？哎，是不是有人要跑他呀？他的那篇论文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又以国家科委的名义来函，责成各级领导给予关注和支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他现在是工作组的技术顾问了。好，李老师。那篇论文把我救了。我给你倒杯水。大哥带着无花小金到广东南繁去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错不了。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退花型和败血型长得多棒啊，啊，每一株都分出了三五个孽。他这是有话要对咱们说哟。在老师眼里，水稻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生命。哎，当然了，而且他固执的个性跟我还有点像。哦，我跟你讲，他是自花授粉，我呢自由散漫。所以啊，我把三系法呀把它分门别列了。一系法呢独身主义，二系法自由恋爱，三系法呢包办婚姻。咱们要利用这个三系法改变他固执的个性，赋予他新的生命。起来了，外面下雨了，我不放心，我得到实验田看一眼去。哎，你吃完早饭再去吧。来不及了。
放心吧，爸妈有我呢。看什么？你这儿又多了道皱纹啊，我。多就多呗，又不是小姑娘了。辛苦你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你还在搞学校研究，是什么在支撑着你走过这段路程？我不想谈这个。是有意回避？不是。中国古代啊，有一位著名诗人，在湘江边上，他留下这样一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答案。能否说的透彻点？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生死闲庭信步。病了，血吸虫，你才血吸虫病呢！哎，我们呀是怀孕了啊，我们这是上海南生儿育女去。行了行了，跟你开玩笑呢，给人家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好道种，我们正用自己的体温啊，赶紧催芽呢。真的，真的。你们要是能预售高产稻，我代表海南老百姓给你们磕头作揖。那你是海南人啊？我是海南三亚农场的。是吧？哎呦，太巧了，我们正好要去那儿了。哎呦，欢迎欢迎。找你啊！原来你们安江农校那个袁隆平老师，现在他忙什么呢？
听说他前几年好像带着两个学生到海南育种去了，再就没什么消息，像失踪了一样。你呀，设法给我找到这个人。老师，哦，您白天下田，晚上要这么没命的干，您先休息吧。冬玲，这些天来啊，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你看啊，咱们培育的不育猪，都是栽培的，他们的亲缘关系是不是太近了？他们的婚配有问题？当然了，那水稻它也是生命，近亲结合，有可能它的下一代呢退化或者弱智。所以我觉得呀，咱们应该进行远缘交配。袁老师，我们家有一只鸡，那鸡个头大，生的蛋也大，而且还会飞，我就估摸着它是和家鸡和野鸡的后代。哦，这家鸡就好比栽培稻，这野鸡就好比野生稻，它们基因相同，但是亲缘关系远呐。那这个比喻很恰当，所以我们应该调整思路，从野生稻入手。哎，杨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张厂长知道你要去找野生稻是吧？啊，特意派我们几个人过来帮忙。哎，这是陈海南，哎，你好，这是洪天山，哎，杨老师你好。哎呀，太好了，有你们来当向导，我们就不用瞎了摸象了。那好，那咱们走吧，走。哎，这野生稻喜欢长在溪水旁，要不就是沼泽地里。那他每年抽几次穗？只有一次，大概在十月底左右。那这么说，我们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老乡，还远吗？啊，不远了，就在前面。哦，哎，你们俩得抓紧了啊，他们快到了。杨老师，哎，咱那米让人给偷了。什么？米让人偷了？走。老师，你看，大半袋子米就剩这么点。嗯。待会儿扫去。这个不是让人偷走的，是梁上君子给搬家了。梁上君子？哎，你没听海南人说过吗？三个老鼠一麻袋，三个蚊子一盘菜，这回咱们算是领教了。他这不是乘人之危吗？谁在乘人之危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你们半天了，辛苦找你了。哎呦，你呀，老袁，哎，黑了瘦了无所谓，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是海南农民了，只要有一个人不嫌弃我就行。嗯，条件艰苦，精神可嘉，可是拿不出成果来也不行啊。是，我们也的确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但是在失败中呢，得到了很多教训和经验，也在失败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哪个搞科研的人不想看到成果和希望？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了，你自己说，你拿出一点像样的成绩了吗？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急是急不得的嘛。原子弹是尖端科技吧？我们研究了十几年，不也爆炸成功了？你这一粒小小的水稻能比吗？师娘，这菜现在还在安江农校吗？调到农业厅了，给陈洪涛做办公室主任。陈洪涛？就是以前咱那儿的地委书记，刚刚被平反，现在在农业厅主持工作。哦，那我们的科研经费就可以找他解决。停播你们的科研经费是经过专家讨论的，反对的人太多。陈洪涛知道吗？他刚上任没几天，还不知道这事儿。季冬亭、尹大可两个人都是不拿工资的，你们撤销了，他们俩可以回家吗？哼，我总算是搞明白了，你原来是劝我缴械投降的。我是不想。什么？也不忍心。
看到一个跟我同事多年的同志，到老了还一事无成，交一张毫无结果的白卷，我这是忠告你。我谢谢你的忠告。行了，我也不想跟你争论下去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程厅长叫你马上回去见他。不行，我现在不能回去。为什么？野生藻一年就抽这一次穗，我随时要观察它在阳花期内的生态变化，一旦发现阳花，我随时就会撤销。程厅长一上任就想到你，你怎么不领情呢？我不能因为他的召见又错过了这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对我来讲多重要。你就会批评我啊，十年不出成果，十年不出成果，可你为我想过没有啊？你先别激动。我没法不激动。龙平，你先坐下。你主任，这人来来来，喝水喝水。哎，你看我跟我们家老袁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还有一肚子心里话要跟他说呢，要不你给我留点时间吧。去吧去吧。每回啊，一走到这道厅边上，我不瞒你说，我就打心眼里高兴。没，虽然他呢也让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也是他，每一回都能让我重拾信心。来，有时候看着这些道苗啊，我也觉得我像他们爹。哎，那你就是他们妈。哎，说起这个来，好长时间没爹妈的消息了，他们怎么样了？龙平，父亲走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话，说话呀！我问你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说呀！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想叫你回去的，可是父亲说，龙平忙，他在干大事。别的亲人都要来，但陆平不能来。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告诉他。他在临闭眼的那一刻，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想的就是要见你。你不懂，他不孝。那是当儿子的不孝。父亲说龙平尽孝了，他为老百姓尽孝，尽的是大孝。
亲自去海南。对，你帮我找几个水稻专家，啊，陪我一块儿去。好。哎，小崔啊。啊。我要的是持不同意见的。知道了。谢师妈，谢师妈，干！袁老师，抓住棍子，抓住！哎，袁老师，你。袁老师，这可真够悬的，你还笑呢你。哎呀，你放心，阎王爷早就跟我说了，说袁隆平，你这个杂交水稻搞不成，我这儿就不要你。袁老师，你要不要到老乡家去洗洗啊？不用，等咱干完活到大海里洗去，那洗多臭。袁老师，哎，袁老师，乔红涛来了。袁隆平啊！哎呀，你好，老领导。你这个袁隆平啊，啊，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哎，你这身上搞的什么名堂啊？这是我刚发明的防晒防暑霜。你们要不要也是？行了，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农业学家方显平教授。哎呦，您好，听说过你。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刘老师，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这回你来可得给我多指点指点。岂敢。从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到今天也将近快十年了吧，啊，由于这个研究至今没有出成果，所以啊，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多。今天我特意请你们两位专家来啊，啊，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尽管说，啊。我认为吧，党和政府给袁老师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少了，可是呢，到现在却一直没什么成绩。我一直从事水稻栽培的研究。自从10000年前人类发现水稻至今，它一直就是自花授粉植物。我认为如果强行改变它的生命遗传基因，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行为。杂交水稻试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谓三系配套，日本的新城常有也已经搞出来了，只可惜产量太低，毫无推广价值。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阿内姆都从事过杂交水稻试验，但最终都放弃了。事实证明，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明白了。10000多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搞不成的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成。外国专家同行他们研究不出来的，我们也研究不出来。从你们的谆谆教诲中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放弃。那我很想问问，那要我们这些学农业的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不就行了吗？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让这个地球上有限的土地收获更多的粮食，让人类远离饥饿。我永远忘不了3年自然灾害，刻骨铭心。我从那会儿，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饥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饥饿，可以使人类失去和平，失去安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自从我袁隆平做了这个杂交水稻的梦以后，那就把自己搁到了那个悬崖边上。你们可以不给经费，可以撤销这个项目，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袁隆平绝不放弃。袁隆平啊，那两个专家不同的观点你都听到了，你有多少成功的把握？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就不远送了，回家帮我看好俩儿子，啊，上车。我想看你先走。龙平，我们等你回来。洪云山在铁路桥下面的那个水塘里面找到了山猪，雄性野生哺育道。真的？真的。铁道桥，哎，等一下，我们已经把它移到试验田里去了。好好，赶紧出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半玉型雄性野生稻。有了它，咱们的三系配套就一定成功。哎呀，袁隆平啊，你现在名声可大得很啊！全国有18个科研单位，几万只种大军汇集到海南，这可是全国性的大协作呀！哎，开天辟地还是头一回啊！坐，哎。给你留的，行吧。侯爷，哎呀，你这个总指挥带的兵，比我当年打仗的时候还要多呢。谢谢领导的支持。你现在是农科院杂交水稻科研组的组长，啊，可以名正言顺的甩开膀子大干。郑警长，我正为这事发愁呢。有什么困难啊？你说。科研组现在人手不够。哎，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个，我早给你准备好了。坐吧，坐吧，坐吧。袁隆平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啊，你们各自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罗西和，是省农大60届毕业生。
方大师，刘主任，请你们多多指点。好。粮食不错呀，什么品种啊？我们家发三朝稻。三朝稻，哪三朝？超副本、超母本、超标准品种。名字倒是挺响亮的，是袁隆平起的吧？是我起的。袁隆平在干啥呀？他到云南广西交流去了，回来就有好戏看了。评审结果已经出来了，对照品种呢是亩产718斤，杂交品种却不足700斤，稻谷比标准品种减产了3%，稻草却增长了70%。杂交杂到稻草上，这倒是一大创举啊。牛和马的饲料不成问题了。罗西和，你可以把经验总结一下，也可以写篇论文，让全国科技界讨论讨论。老前辈，三叉道呢，是我和罗西和一起搞的，我是这个科研组的负责人，有什么话呢您就跟我说，有什么责任呢应该由我来负。我只是一家之言，没有针对你的意思。说句玩笑话吧，这人就是不吃草，这人要是吃草的话，袁组长的杂交水稻倒是前途无量啊。扯远了，风凉话和不利于团结的话请不要说。崔灿同志，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好比猴子和人的结合，能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吗？袁隆平啊，你今天很谦虚吗？啊，我老程来不是看你态度的，而是来听你讲的。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现在就是推广问题，我估摸着呀，这儿能收400多万公斤的种子，起码能种200多万亩地。我懂你的意思，我明天去北京找农业部向国家领导汇报。
乡亲们，袁隆平帮咱们培育出了高产的杂交稻种，咱们丰收了，亩产超过了千斤。袁隆平让咱们吃饱了饭，过上了好日子，他是咱们的大恩人呐。袁老师，我显示八是个农民，不会说什么感谢的话，我谢谢你。是吧，快起来，快起来，起来，乡亲们，快起来呀、啊！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饿，让天下的人都吃饱饭。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I'm good, very good. 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as well. Yeah. May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ce asked you 6 times to be their chief consultant. I don't want to hide the fact. I have many, many titl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But this one, I value it very much.Why? To train the talent for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is one of my lifelong wishes. Your hybrid rice i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pread in dozens of countries on a large scale.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Of course, I'm very happy and excited because hybrid rice technology not only belongs to China,but also to the whole world.
Are you still exploring new areas of super hybrid rice? As long as my life is going on, I never stop pursuing and dreaming for super high yield of rice. I heard you had a beautiful dream. That's true. Several years ago, I had a dream. I saw my super hybrid rice plant as high as the sogam, and the panicle as large as the broom, and the grain as big as the pillars. I was very happy, and I wished my assistant to rest under that panicle.